带着战斧飞弹来了，感觉就是有点要跟祖国开战。大话不要讲太多啊，问题不要暴露军火，也不要讲大话，不要把立完变成杀戮战场。那立完的预算法案有秩序完成，这才是国家之福啊，不是这样呛下的，协助也就完成。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只要谈条件都有关系的？但如果不开心的话，他就说是协商。我问你说，你怎敢谈条件呢？这种东西只能让人家去攻击你嘛，这是非常愚蠢的棘手事。那国民党是不是要担心再被民众党给骗？这重演军越恶毒，国民党在骗人，他自己就白痴啊。好，总之今天哦，韩国瑜跟张宇成刚刚去拜会民众党，好吗？您说是私设行堂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很清楚，一定在哈认识的哈。那我不相信啊，民众党到现在还要那他比试以外还在口试两个，他能够还能够决定他投给谁？像是一个大是大非啊，大政治，整个民众党难道还要经过这程序才会行？还能看得懂啊？这只不过是在表演川岛生涯而已，啊，这个大家很清楚。那怎么会觉得他就是只要谈条件的话就变成了就关起门来谈？但是如果不开心的话，他就说这是密室协商吗？他敢谈条件吗？啊，我问你说，你敢谈条件吗？黄国昌，你敢条件谈条件吗？啊，这种东西只能让人家去攻击你，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棘手事。总召想问一下说，说下午您会支持游锡堃院长去拜会民众党团吗？没有，下院长和参议长他们当然自己拜访。我去拜访院长，他们看到我昏倒。可是柯文哲说您不支持游锡堃继续当院长，柯文哲这样讲。柯文哲讲的话，你相信吗？要不要支持游锡堃，他自己一念之间啊。前立委员、前中华民国没有一个比我更支持的国民党，甚至比他自己还更，他自己我还强烈，好吧？那国民党是不是要担心，就是在被民众党给骗？谁？国民党是要担心在被民众党就重演军越二点零？国民党在骗人，他自己就白痴啊！啊！总统，但是对他国民党要推藐视国会法，你觉得这样可行吗？不可行。那个藐视国有啊，国会法和刚刚那主张一样。就是说，你官员在答询的时候，哦，然后说，答询有个人角度，他认为你说这藐视国会，这有刑责的，这全世界没有这种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怎么看郭坤奇说带着战斧飞弹来了，感觉就是有点要就是跟绿这边开战。我昨天不是讲清楚吗？啊，大话不要讲太多啊，慢慢看，另外后面一关一关来，我讲很清楚，哦。最主要就是说，我过去在当过执政党的总召，也当过我们在野的时候总召，所以我一半时间两边的荣耀都有。我的思路绝对比吴敦奇完整的，吴敦奇不要暴露军火，好不好？啊，也不要讲大话啊。我们最重要的事情，未来超越最重要的事情，要把立完跟杀入战场，打立完的这。预算法案有秩序完成，这才是国家之福啊！不是这样呛虾的，呛虾没有用的啊。这个程度也就完全打八十。那黄国昌好像要接民众党的总召，你怎么看？有打算要怎么跟他对战吗？他接民众总召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没有什么新闻嘛。他怎么对战，就是小雨打一把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如果没有这个民众党的支持哦，是不是有时候就难？这谁都知道嘛，现在球是在民众党柯文哲手上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他应该如何选择？这是来未来的怎么看待这个民众党？他一念之间而已，他应该想清楚。好的，谢谢。最重要，我想最重要的是，国会议长一时中立，现在国会议长跟我是国会外交，啊，那国会院长和国会外交。已经有八十五国家的300个党派，总共3000多人来，那是一个国外是国会领导，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所以韩国瑜要
分辨很清楚，你看马英九一当院长的话，会不会受到中共的影响？要是已经公开的自选，还是一套看起来像亲定的。他讲，马英九讲宪法主要公司，这是非常严重的。他会擅长反映中国，这些当然会证明整个国家在还有什么高度对立啊？国家是大家的，大家一起来保护才对。这是最关键的考虑的因素，核心价值。不过有这个成绩单哦，不过那个民众党他们那边说这个四个条件哦，好像是创新的条件，国会改革，国会改革我们做了30年，它是有74点的。从1992、1993年进来以后，我从国会立法院修订都是民进党，从前面我们一起走过去，我是唯一到目前有30年都在这个战场上面的。那这4点都是以前我们提过，就是在它是抄袭啊，这没有任何抄袭的啊，因为后来2018年的时候国会改革，后来国委会没有完成，那就借机不联系了。那新的会期，大家对于新的民意以及现在整个政治氛围应该怎么样，各党都可以提供我们再讨论吧。那些都是以前我们提过的十年会而已，啊，没有了吧？没有，总召，谢谢。今天我们比较温柔一点，没事。没有，更久了，没有，领导也没有啊。贺哥没有来。对啊，领导长他们是最后我们说完。还没有，还在里面的。啊，赶快过去啊！总召下午你会给游行规，对吧？这个电脑会长他们有那个，我打的写的。我是不用脑，因为我看到我没有打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人会更专业比较重要。啊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谢谢啊，好。每个行为都要朝我听一下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小心号。百万订阅大突破，台视新闻 TTV News， 感谢有你，重要直播随时掌握，时事新闻不漏接，一刀未剪，新闻看得更完整。国际重大事件 ，Catch 时事最新脉动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